泰国大卖场，七样必买的东西。Let's go， 走。功夫半截，哎呀！班杰逛大卖场。Come to Thailand， 你要买什么？一定要买这个 Dentist Stay。为什么？一般的牙膏里面都有 fluoride， 但是 Dentist Stay 没有 fluoride 啊，对你很不好，会让你变笨。一条250，而且他怕你抠，他上面还有这个磁铁啊，如果你要抠他们的那个牙膏，会哔哔哔呢，你看多珍贵。把他的 Dentist Stay 都抢走了，我还要买什么呢？ Madam Ng 的肥皂， check it out， 这个肥皂在泰国30块钱一个，在泰国更便宜嘛，啊，就多买一些。在买什么？它是汉堡跟热狗口味的软糖， What？ 不是口味啦，它只是形状。汉堡跟热狗形状的软糖 ，Yupi。哎 ，Baby， 介绍一下泡面。在泰国呢，有两个泡面的牌子非常的有名，第一个呢就叫做 Yum Yum， 然后第二个呢就叫做这个妈妈。但是我最喜欢的呢，其实是这个，它呢绿咖喱口味，超辣超好吃。也是妈妈的吗？也是妈妈的。阿鲁咖喱怎么讲？干条丸。谁我家？干条丸。干条丸吗？干条丸。好啦。好。怎样记都是好的事。我们就买干条丸。妈妈的干条丸。我靠！小老板这么多种。哎呀，还没看完嘛，还有，小老板要买这个，嘎嘎，干嘛笑？不能说嘎嘎吗？嘎嘎，这个虾口味的，虾子，虾子 ，barbecue 口味的 ，squid。哇，花枝，花枝 ，squid， 对，鸡肉比较普通。我最爱的呢还是 wasabi。那我们就抓个 wasabi 一个虾吧。好，好， okay. 走。我们好像在买了这个，是在泰国非常有名的绿茶，然后它最近出了一个新口味，噔噔，西瓜绿茶口味。おいしい茶器よ。Energy drinks. Oh, and for some shark thing. 这里有另外一种牛 M150. 还有，哇，超级多，这么需要能量啊。White milk. 就是豆浆啊，但是比较甜啊，不错的。收银台会有一个人帮你算钱，然后一个人帮你装袋。因为我们有买一些别的东西，所以总共是2320块。你要跟他说谢谢，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，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。腰包。腰包，泰国要带腰包比较方便，这样才可以穿短裤跟拖鞋。嗯，好。Reese's baby， 花生巧克力一定要买。只要是花生的，他都。